这一扇门是铁门，加上我的这个心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道任意门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，Let's go！ 海产，哎呦，啊你怎么在啦？这是我家，为什么不在？你为什么会来我家才奇怪？你干嘛不接工作啦？你在这家干嘛？不要太大声，会吵到男主人。男主人那就很在。在睡觉，在睡觉。听见？哇靠！哇靠！哇靠！你很刺激，你很辣哎！有人闻药尘吧？我不要太大声！你不要！哎、你对我是这种想法哦？刚好我对你也是这种想法。哦，不是你错了，你知道这种照片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你知道摆在胸前是说趋吉避凶，不然就是摆在车前面挂着送我最后一程。对对对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各位看一下。你也会拍水啊？你也有点弹性很好，没一点羞耻心吗？比基尼 OK， 没有，你刚刚拿那有点太害羞了，比较赤裸一点。对，为什么有老人味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，你跟我阿，你有我阿宙的味道哎，我阿宙就是这种味道啦。这本书你是怎样？你真的有在看吗？嗯，就是感觉好像女生的房间，这是假掰的女生，这是假掰的，有些连拆封都没拆封。啊，这本是没有拆封的书呢。他跟我说有一些女生就是有点气息。这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一幅画呢，它是有故事的。来，你知道有一个算命老师叫做汤镇伟，他说这一幅是，来看到这两只鸟没有？有，比翼鸟，比翼鸟是吗？比翼双飞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说，哦，你如果在房间摆一幅这样的画，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感情会非常的顺利。结果呢，我把这个画一摆进房间之后，我就立刻一个礼拜之内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分手。怎么可能？就是渣男啊！老师说，这个是什么？很多小巧思哎。你是不是在性暗示啊？如果是的话，我接收到了。如果是的话，停机停机停机，剪扣子。你真的翻得很彻底。翻得很彻底啊！没有东西了。音波震动，这一只是什么？姐夫吗？不是。音波震动修眉刀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进去更衣室，更衣室里面有内衣内裤了。如果你真的想的话，然后我就会告你，我会直接报警。你有这种人吗？我怎么每一件都要闻？你看有没有美女的味道啊？因为拉拉家是很香的，真的、喔。哦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闻起来跟小优萝莉塔是一样的，是黑的，你知道吗？有那种邪腥臭，你知道吗？厕所总要秘密的吧？厕所很大呢。我曾经看过一个自己买的那种粉红色的浴缸，看起来就超穷。很穷。三个女人。啊！你都挂在这里哦、喔，你的水手挂在这里哦、喔。洗完了啦。不是，听我讲。丢掉。讲。来，摄影大哥，他刚刚挂在这里。啊、它跟抹布是挂在一起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这个只是摆饰，这个没有在用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擦手布啊？没有啦，我内裤是这样子，就是我通常洗完，我自己手搓过之后，我会先挂着晾干。啊，这还一条你没收到啊？内裤多到怎样？门帘是不是啊？那为什么你一个女生，然后你这么多牙刷？这一支是我的，这一支是啊，这支我的，这支我姐姐的，这一支是拿来刷那个勾勾什么的。认真，确认，确定。是你要用这支，这支送你。所以以上是你们喜欢的房间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就赶快去忙了，各位，拜拜。小拜拜，我的妈呀！什么 ending？ 什么 ending？ 干净的，好，其实蛮干净的，蛮干净的。但中间有一段脏东西是海产，其实就不香，但是也不臭。那床上是不是有一堆那个是衣服吗？他的衣服。女生应该都会这样子吧，或者是披在椅子上面啊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女生有时候我们只是出门，比如说披个外套，或者是你要今天，比如说你昨天晚上想好你要穿哪一套，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不想穿了，或是套上去之后觉得还好，我就直接把它丢在床上。所以那是干净的还是？都是干净的，但是它就会越积越多，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山。那我有时候我的狗，我有时候会把它抱上，因为我的狗其实不喜欢跟我睡。但他有时候可能会上来，就是抓抓，想要讨摸摸，就把他抱上来，他就会睡在那个像山一样的衣服上面，因为居高临下看主人的感觉。所以我那个山是为了他叠的，就衣服山。他有时候可能会叠到真的是超高的，像障碍赛这样。好，除了刚刚讲的衣服之外，但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女生房间会出现这样的东西。有，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真的好奇怪哎，就是。到处都是哦，床怎么可能？你阳气学坏了，哇
黄瓜，你这寒假是什么？你要注意，Ken哥今天不太开心哦，故事不好，他会纠正你哦。我跟你讲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可怕哦。我那时候是真的有一个朋友，他确定可怕哈。你刚刚先讲，真的好尴尬。那个女生就跟我说，耶，你可以到我房间去帮我拍照。我说一定没有问题的啦。然后就第一次去她的房间嘛，她的房间算是一个套房。就是很小，然后我一进去呢，他就说我先去厕所准备装啊，准备什么，说没关系你去。然后我想说去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嘛，然后旁边有个沙发，我就坐嘛，一坐了就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是什么东西？我讲哎，感觉好奇怪。我超哥哥说，武阳，麻烦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看我的眼睛。他确保你故事的真实性。这里很严格，这里讲故事。没有，开玩笑，你说。继续。然后呢？我在那边，我就看说，哎，你买个新的按摩椅哦，就知道新的嘛，就沙发那里有按钮。然后他说，你不要再讲鬼故事了，你不要吓我。他就开门，就本来要凶我，他就看到一个声音，就是的声音。真的有。然后我说在震动啊，他说哦，我看一下，一哦，他兴奋，他开心，真故事，好热，表情真的开心，开心，他表情是真的。我知道你那个故事，因为那天其实我在，他其实是去一个现场你是帮我打光了，现场的女生家。那我开始不相信，武阳跟我讲过之后，因为我在门口等嘛，武阳跟我讲，哎，我刚刚被真的那种，我说你别扯了，你讲假故事干嘛？我们自己人。他说你下次再自己去，好，我就好，我就去了，我就去到那里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以为我在讲假的吗？我今天有带影片，我去的时候也是，我那时候去找东西，我手伸进去的时候，我想奇怪，怎么有这种柱状的？还好他先帮我讲，不然你们以为我在讲假的。你有带那段 VCR 吗？我带 VCR， 我就带 GoPro 去收证，我怕你们觉得我讲假的。太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海产一个清白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来，同一个嘛，那天。对，真的。哦。快点嘞！我操！没有，哎呦，没有这样好吗？为什么这个东西？这个是按摩的，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你这边都是按摩的。对啊。这个也是。这是那个背的，这是头发的，这是衣服啊。哎，你的衣服其实很性感的，其实都偏很性感，你身材又很好。他两柜，一柜不给我开了，他一柜是锁起来的。哦，好，还有什么其他让你们不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出现？女生就是真的是有很多会招桃花的东西，像是什么蜡烛啊，最常见就是香氛蜡烛嘛。香氛蜡烛。对，有一次我去一个女生朋友家，她就一进到她家，她就开始就开始点蜡烛。你自己有先看到海产对不对？对，你好像也在乎，因为隔壁那个人嘴里说。讲你的就好，然后他就开始讲，这样点一个，然后这边再也点一个，然后这边也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就是几乎房间就是每一个角落都有点一个。都点。我说你在干嘛？他说可以招桃花，这个正东、正南、正西、正北就是正四桃花位。然后结果我回去也就这样点啊，结果还是没有交到女朋友，还是单身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养了一种宠物，这种宠物据说可以脱单，是招桃花的。哦。你刚藏在哪里啊？你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哎，他吐舌头哎！节目到现在这是真的，到现在为止唯一的拿出的真的舌。不是，你刚刚把它放在哪里啊？奇怪，他就是我宠物，他把它当皮带，他就趴在我身上。他不会咬人吗？我是觉得蛮可爱的。哦，熊熊敢我敢碰刚刚的舌吗？他吐舌头哎，他都不会咬人，对不对？目前还没有咬过人。而且他其实是会怕、会害羞的。他是哪一种蛇？他是球蟒。球蟒啊，球蟒。好了，他现在有点要在脱皮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他是之前脱皮没有脱完整，然后这在长大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女生房间，为什么在一起？对啊，所以你的，哎呦，我小心小心。好可爱哦。一很怕，对不对？这个会招桃花，怎么可能？所以这个风水上蛇如果摆对位置的话，是会招桃花，然后会招财。所以你真的有招到桃花？男生不懂这个东西。结果养了之后还是单身。没有，在国外蛇正是代表就是可以绑住哪一方面的，因为其实在历史上面是蛇给女生那个第一个苹果啊。哦。所以蛇就会代表亚当跟夏娃。对。嗯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间综合台。同学来了。